没想到你这么会哄小朋友啊！不会啊，被迫的。那200个月大的小朋友你会哄吗？哎，不用哄，200个月大的小朋友可懂事。你看那月儿弯弯有几分思念，远的月光快照进我心。 你说这是最美好的风景 ，Yes。但近悄悄距离却越靠越近，我们都发觉但却不言语 ，Yes。让让。想要每天清晨唱首拉送给你听，陪你数天上一闪亮晶晶。爱和有慢慢。 长路和温柔动人的你。你怎么没去啊？累了，不想去。所以你就去给我买果冻啦？你不是说？ 心情不好的话，吃了果冻就会好吗？不如我们去看风景。看风景？去哪儿？